看来李慎思真的来了。李慎思，就是那个李慎思吗？他现在是新叶太老大。曲总，人好像来了。 李慎思，70年代生人，是中国第一批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。十几年来，他用自己独到的眼光、极具前瞻性的视野、超乎常人的判断力与执行力，在互联网、 O2O、 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大展拳脚，所向披靡。截止目前为止，由李慎思经手的项目里， 已经出现了5只独角兽企业，在整个业界独占鳌头。也因此，李慎思在业界有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——独角兽之王。大家好，李总，这位是吴可之，吴总。啊，李总，多多照应，多多照应。可之啊，以后你跟着李总干， 可要把你这个臭脾气好好改改。曲总，您放心，我的脾气向来对事不对人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投资人嘛，没点脾气怎么行？是啊。李总，这个兄弟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孙逸秋。 我认错人了，啊，是我，你看，我就说我没认错嘛。我都听说了，在投决会上，你的发言让咱们公司的合伙人都很高兴。年轻人，加油！好干！综合二组组长周庆宇，李总您好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您这一说要来啊，我们这是欢呼雀跃，昨天晚上都差点没睡着觉。哎。 言过其实了，有您来啊，我们新业态以后就有盼头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个新业态的未来啊，还是要仰仗诸位哈、啊，大家都加油干，好好干啊！坐好。李慎思这老狐狸。哟，曲总，我帮您叫电梯了。 马总，哎，曲总，是李慎思代替老王接手新业态了。啊，曲总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我觉得呀，他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早入行几年，多做了几个项目吗？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，对不对啊？你说是不是？嗯。 而且我听说呀，他前几个项目涉嫌违规操作，命好没让人查出来，是吗？啊，你看见了？不是，我这不听说吗？那无风不起浪啊！您说对吧？哎，您请，您请。这个老水货呀，只能给公司丢人，他做不什么业绩来。马总，帮帮忙，你也做几个独角兽出来啊，让我也丢丢脸好吗？不是，曲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。 都让你一个人抢了，好像老大真不太爽。周总，大扫除呢。 小蒋，哎，怎么样？好了，找好了，这些都是哈。啊，你那边？哎，这个，都在这儿了。小蒋啊，干嘛呢？哦，周总说让我们赶紧把二组这几年项目都找出来，分好类，让李总给长长眼。
有道理啊。邱总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钉子，快快！哎，老吴，你干嘛？哎，咱凡事可得有先来后到啊，不带你这样的啊！你干嘛去？哎，吴总，师傅我在。哎，在这边，这边。哎，又怎么了？你快快快快快！哎，你们周总怎么这么鸡贼呀？请进，李总，小周是吧？哎，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坐坐坐坐。李总，跟您说点事儿啊。小周啊，我还想请你判断一下啊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你怎么没跟他们去抱大腿啊？我也挤不过他们呀。吴总，我想问您个问题。说。李总来咱们公司，部门其他人都挺高兴的，怎么您看起来反而有些不开心呀？想知道为什么？你不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吗？哪里不对劲？我查过资料，来龙去脉都很清楚呀。李总是咱们国内第一批投资人，过去的业绩也都非常的辉煌。而且咱们公司花重金把他请来这个事儿，业内的媒体也都报道了呀。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不早就……不对劲的不是他，是我们。我们？我们兴业态从来就不是公司什么排头兵，你看看一组二组，这么多年来哪一个不是磕磕绊绊的？至于我们四组，就更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我们这么小小一间土地庙，何德何能可以请来李慎思这么一尊大佛？嗯，这样吧，我问你。我们做投资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完成创始人的梦想。我去，邱总，没必要这么装嘛，现在又不是入职面试。为了公司盈利。太高尚了。其实就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赚钱吃饭。对了，就是赚钱吃饭。我们上班不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？那么假设，今天你已经上完这一辈子该上的班，你也已经赚够了这一辈子都吃不完的饭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我就把我的饭分给林经理吃，他最近都瘦了，而且这样的话，那我妈就可以不用打工了，让她多休息休息。我们家的热水器最近坏了，正好可以休息休息。所以秋啊，我为你的想象力感到深刻的遗憾。主要是这个问题离我太遥远了。一个实现财务自由的人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他的未来有无数的可能。但有没有任何可能，会让他到一间公司去带领一个又忙又累的部门，去做那些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不屑于插手的管理工作？请问？把大象装进冰箱，拢共分几步？分三步。第一步，把冰箱门打开；第二步，把大象装进去；第三步，把冰箱门关上。家里边的小闺女，这几天缠上我了，非让我录这个。你说我这个当爹的一点正形都没有。说是班里的同学都笑疯了啊！是是，挺有意思的。别光坐着，尝尝，趁热。
慢点慢点。怎么样？啊，好喝。这是归脐参枣汤啊，正合时节，气血两补，男的喝了特别的好。是是是是。哎，行，不是你还挺认这个？再盛一碗啊！别别别，那个咱们待会儿再盛，先说点正经事儿。好好好，你说啊。这个是我们二组连夜整理出来的一些比较有潜力的项目，麻烦您看给长长眼。啊，小周啊，这个投资行业呀，更新换代的特别快。什么我们那些老经验，早就过时了，有什么可以参考的？你说，您这是谦虚啊，我们可都指望着您了。小周啊，我来咱们这儿啊，其实主要就是把各个部门的后勤保障服务做好。至于这个工作上啊，我觉得你们就放手去干，我一概奉劝。后浪推前浪，我对你们年轻人，尤其是你们的判断力，哎呀，非常放心。啊，您的意思是，他来我们公司就是来养老的呀？就光说他手里的那些独角兽企业，每年的收益分成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。作为一个投资人，这就是功成身退的好时机。如果他再去多管闲事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尾声留下污点。所以，还不如找个大公司，安安稳稳等退休，何乐而不为？那公司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把他请来呢？一个公司花大钱去请一个形象代言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知道他要退休，但别人不知道。不管是好牌还是烂牌，先把牌桌上的牌握在手里，让对手无牌可摸。Chris 这一点做的还是比他父亲高明的，只不过到最后啊，倒霉的还是我们了。可我总觉得像李总这样的人，不管他之前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，他应该都不会停下脚步吧？所以我说了那么多，你还是不信我的话？啊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有主见是好事嘛，啊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来打个赌，输的人一口吹了，一言我一点。徐总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周总，周总，怎么样？很闲吗？很闲吗？都很闲吗？我把这都抄一遍。周总，怎么样？
李总又挑到好项目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别问我，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 你们的邮件我已经收到了，几个具体的数字，我们还需要再讨论一下。对，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。哦，这是搞什么呀？ 这个案子就这么地，你回去吧。刚才吓死我了，马总差点又炸了，好在方案是通过了。好。 赵经理，徐总，你们怎么了？喜迎周末小长假，特此诚邀马总、于总及全体同仁，三大部门联合拓展训练、交流业务、加深感情。目的地：月亮河温泉度假村。一切食宿游玩活动由鄙人买单。李慎思，哟，于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来，请进。李总你好，请坐。 李总，跟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咱们公司 TMT 部的主管，公司第一美女于文丽。认识认识，前些年我管理的企业想并购一家视频网站，正好在这个于总的手里边，当时可是大大的宰了我一刀。哎呦，于总厉害呀，跟李总过招还能占便宜，我服你啊。李总，好久不见啊。好久不见，找有事？ 啊，就是刚刚那条信息的事儿。哎呀，于总，我正跟李总聊这个事情呢。李总不愧是咱们投资界的精英啊！啊，这一来公司就请所有人去度假村团建，豪气！我也是为了给公司的同仁们留个好印象嘛。你看，我就没这脑子呀！啊，要不然我这传统部怎么管理成这样了？再说了。 哪里哪里哪里，其实就是一起出去玩玩嘛。于总，你的意见呢？对不起，我觉得不太合适吧。哟，怎么不合适了？李总，我理解您的一番美意，但是公司的工作日程的确安排得很紧，尤其我们部门。于总哎，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嘛，时间就是棉花里的水，只要你肯挤，它就会有。 工作嘛，对吧？越是紧张，越需要劳逸结合。而且三大部门一起休假，这么大的活动，屈总那边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大家为难的。屈总那边我亲自去和他沟通，我初来乍到的，多少也会卖我个面子是吧？那如果说屈总那儿也没意见，那于总是不是就没问题了？ 于总，2:1喽，咱可不能辜负了李总的美意啊！林经理，您怎么不吃啊？吴总。 过2天咱们公司团建，我想请个假。不准！为什么呀？好不容易有这3天假期，我想回家看看父母。李总亲自掏腰包请客，全体都得参加。你在这时候想请假，你不想混了？哎，我真不知道那李总到底是怎么想的啊！
你说他干点什么不行啊？非得花钱给别人添堵，图什么呀？投资人做到他那份上，能图什么？不就图个开心吗？是吧，邱总？嗯，吃你的饭，这闷气又怎么样？本来还以为盼来个什么人物呢，结果就是一个等着退休的老大爷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咱们四组的命，就只能靠自己。反正我是习惯了。况且，不是还有个生力军吗？我是说你。哎，对了，冰子呢？当初 Chris 请李衬斯来的时候，我就劝过 Chris， 李总呢只求全身而退。对我们公司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一个年轻人气盛，不爱听大人的啰嗦，现在就这个结果了。我去一个吴克之，就够让我头疼的了。现在再加上一个李慎思，在你们新业态里，唯一靠得住的就只有立国你了。明白。啊，我只是让你陪我聊聊天儿。作为公司的 MD， 我总应该多多少少了解一些部门的情况吧。啊，你等等。李波，你来看看这瓶酒怎么样？徐总，这可是瓶好酒啊，这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。是瓶好酒啊，你拿回去喝吧。反正是别人送的，我是一个不好酒的人，还不如把它送给一个懂他的人。不管是酒也好，人也好，总归需要碰上伯乐的。那谢谢曲总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啊，你等等。哎，江经理，你怎么来了？江经理来了。开个玩笑，来来，度假村，合影留念，第一张。李总，哎呀，你这个地方真不错啊，是吧？这个度假村是我投资的第一个旅游项目，自家地盘，多随意啊！小姑娘真可爱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地方真不错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来来来，队伍不能散啊！今天咱们四个必须一起行动。行，那你说咱们去干嘛？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？咱们去划船去。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在这儿呢，一会儿我们就经过这一条小路，然后就来到这小湖边，然后我们就租一条小船，就可以开始悠闲的划船了。哎呀，划船去啊！来来来，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。不是，我跟他们一起去。
苏总，你说小帅多懂事啊，非要带咱划船去，您说这个时间划船您看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在哪儿呢？看一眼地图，给我看一眼啊！来来来，啊，那边，李青，我们这儿装备齐全，就等你们走。钓鱼去，跟我们去山呀！我们去吃 BBQ， 走走走，什么去啊？你们小孙这是什么情况？小孙现在是公司的红人，肯定会比较受欢迎嘛。邱总发达了，要不咱们几个去游泳？行啊。哎，小孙。江经理，回函还有问题，需要修改一下。没事，你先去吧。那行，我改完之后回来找你们啊。嗯。那你可一定要来啊。徐总，啊，你不总说你是今天的福尔普斯吗？比一比。我觉得吧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还是静静的看着比较好。嗯。好，我马上找他们。我找到他们了。能源组，马总，玩挺开心呐，啊，客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游泳玩就知道玩，让他出来，让他给我出来，给我解决问题，啊，马总，是遇到什么急事了吗？您交给我就好，我在这里也可以工作的。嗯，你开眼油箱，把问题解决了啊，这三个懒货。咱们部门分来个女神。告诉松，哦，想要出去玩，没人拦着你，是你自己要留下来工作的，那就抓紧把工作做好，别三心二意的。知道了。笑笑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可是他们都不认识妈妈。怎么不认识我呀？他们都是妈妈买回来的。
那你说哪一个是波妞？哪一个是波妞？阿妈看看啊，这个不是啦，那是图图。那你再说哪一个是奥利奥？奥利奥，他。哎呀，你又说了，你把他耳朵都扎疼了。哦，那我摸一摸，对不起哦。哎，这么懂得享受啊，难得的亲子时光。本来是想趁着假期啊，跟笑笑多待一会儿，没想到人家愿意跟他洋娃娃玩。孩子嘛，还得多陪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。还真是。有时候啊，我还挺佩服你的，同样忙，你却有精力跟你两个儿子打成一片。我那是有独门秘诀的。什么秘诀？笑笑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你吓我一跳。啊！笑笑，你怕不怕呀？啊？一点都不好。生气了？生气了？对我儿子挺管用的。他可不吃这一套。笑笑。哎。小秋。笑笑，看谁来了？小金叔叔。哎呦！小叔叔棒。看把他开心的呀！哎，小伙伴也在啊，咱们把这些小伙伴介绍给妈妈认识好不好？哎，李总，这是波妞，打个招呼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京城资本于文丽。你好，我是妈妈。你好，妈妈。我是奥利奥，我也想认识妈妈，好不好啊？奥利奥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我们握个手，好不好？来，跟妈妈握个手。握个手，好朋友。抱一下，抱一个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江经理，你这是集体活动，没收到短信吗？哦，可是回函的修改我……那我看过了，基本没什么问题，晚上我再确认一下，就给客户发过去。做得不错，有进步。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先走了。去，我马上去。来集合了啊！大家都先别说了，具体的游戏规则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吧？
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分组名单。 A 组郝帅、高思聪、林宇明、赵伯谦。 B 组孙逸秋、蓝千逸、殷胜超、江南，没错吧？好，游戏现在开始，请 A 组先出场。不想加班的话，看准了再打。咱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啊，都给我活着回来，找个地方潜伏吧。分头行动，分头行动，走。哎，思聪，你帮我拿一下。你干嘛？我要上去。你有毛病啊！你知道什么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吗？我要是上去，肯定没有人能发现。先不说你能不能上得去，多危险啊！而且规则里不允许上树。什么规则不规则的？我跟你说，游戏可以输，胜超必须死。来，帮我一把，帮我一把。快点，你帮我一下，哎。不是，你去哪儿啊？做得不错，有进步。高思聪 ，A 组高思聪出局。哎呀，金经理，哎，你这枪法不错呀。哎，还行吧，没子弹了，你说说。这个帅帅的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好好说。我有很多话要跟你好好说。哎，不，哎，好好说说，你怎么了？你看好。然后呢？哎。李总，老吴，一起走走。我其实习惯单打独斗了，这突然让我管理一个部门，心里边真的没什么底啊。老吴，你是公司的元老，所以以后有什么事还得多问问你。李总客气了，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一定全力配合。好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李总，是想问些什么？那公司的人际情况，总还是要先了解一下的。您是想问？你觉得屈中辉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哟，李总、吴总，二位都在啊。屈总，屈总亲自光临，这次团建活动总算是圆满了。李总，
说句老实话，我倒真是不想来了。可是没办法，我手底下能干活这些得力干将，都被您请到这儿来。你说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能干嘛呀？那是我鲁莽啊，屈总勿怪啊。李总，哪里话？看到这么好的风景，怎么还能怪得起来呢？屈总，您慢慢聊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柯志，怎么了？怎么我一来就要走啊？老吴，今天是假期，不要太客气了。走吧，一起到我那儿小酌一杯，聊聊天。好吧，曲总。好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走吧，老吴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你让超人别跑！哎，你别跑！小孙。队友，拦着他，拦着他，拦着他，我没子弹。小孙，你让开！小孙，小孙，你让开，然后我随便让你打。你想什么呢？咱俩队友开枪啊！小孙，我开枪。呜呼！哎，好样的啊！哎，来通报一下啊。A 组好帅，出局。A 组好帅，出局。小孙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江经理。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高思聪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痛快点。江经理，今晚有空的话，一起喝一杯。哦，没时间也没有关系，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。可以。顺便我也想知道。你从入职到现在都学到了什么？孙行，坐这儿。好帅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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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去吃，去吃。玩儿不至于的啊！来来来，过来喝一杯来。哎，安排的还挺好的。哎，小兰，来。哎，小崔叫我，我先过去了。快去吧。江经理，不是定的八点吧？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来了，吃。
今天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差一点就赢了。可是您就快被打成筛了。那是因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才被他们偷袭的。错了。我说胖子，你能不能别趁老吴不在的时候就欺负新人呢？那今天是谁在游泳池拔人气门芯来着？哎，小宋，来这儿喝一杯。过来呀。哎，欢迎。还挺受欢迎。怎么着你？吃醋了？我相信啊。邱总作为四组的一员，是不会因为这么一点小成就就怎么着？已经过去了，得意忘形。你在看什么？我想知道，我到底输在了哪里？你觉得你输了？我知道跟您相比，我还有很多不足。距离您给我的要求，我也差很多，但是。和我一起进入公司的那些人相比，他们总是能得到很多表现自己的机会，也跑得都比我快。有的时候心里真的挺不是滋味的。高思聪，你并没有输。只是你以为他们跑得更快而已。在成为投资人这条路上，你学到的一点都不比他们少。真没落下吗？荣耀和掌声只属于项目，无关投资人。作为一个投资人，必须要沉得住气。你能沉住气吗？可以。说到做到。要是没有你李总啊，就没有独角兽的今天。来，吴总，敬李总。哎呀，痛快。独角兽，什么是独角兽啊？那全靠的是运气。我当年做成功的第一个独角兽的时候，我才多大岁数？另外那个创始人，他才多大岁数？两个毛头小子加一块儿，没公司的保洁阿姨岁数大。曲总刚才问我说，你有多少底气能够成功？嗯，靠什么呀？靠就靠的是一股子冲劲儿，是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老吴，这见识啊，
哎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老吴，独角兽没用，真没用。你别看我说现在啊，这个开豪车、车名角、穿名牌，独角兽能治糖尿病吗？能治脂肪肝吗？啊，能让我老婆每天少叨叨几句吗？能让我闺女给我考一好成绩吗？不能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李总，您呐太谦虚了，实在是太过谦了。要是没有实力，没有几把刷子，这一次敢花那么大力气把您请过来跟我们新月台坐镇吗？啊？嗯，不对，曲总，那小子心里想的什么呀？我清楚，无非就是看上我那点名气，说是过来给撑撑门面。金晨的未来不可能指望咱们两个老帮菜。啥时候呢？还得指望老吴那个年轻有为的干将，干，是不是？老吴打听过你，你是个四有青年，有能力，有情怀，有脾气，有酒量，是不是老吴？李总，你喝多了啊。老子说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必须喝多，是吧？曲总啊，是我朋友，老吴也是我朋友。嗯，那你们俩应当也是朋友吧？李总没事吧？自己把自己撂倒了。啊，我已经派人送他回去休息了。可知啊，我想你也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个李慎思靠不住。可知四足想要发展，总得要找好靠山的。四足的靠山，好像从来就只有自己。我好像有点喝多了，曲总，我先回去了。已经查过了，这位李博士之前在日环的时候，主抓的就是一套最新的基因检测项目的开发，可是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这个项目依然没有成型。可最奇怪的是，他刚被辞退3个月，这个产品居然上线了。而且从报表上看，这款新产品还让日环大赚了一笔，现在是整个企业主要的利润来源。一个3年没有突破的项目，这个主要负责人刚离开3个月就宣布成功了，这事儿也太少见了吧？除非李博士的继任者是个天才。不存在这种情况，他的继任者就是他用了3年的助手，而且整个研发团队只有他一个人被换掉。那就是说，池子，要不咱们
还是把这个项目还给公司吧。还给公司？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封匿名信是谁写的了，只要解决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赢了。现在把这个项目还回去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但是这个项目明显有问题啊。我们哪个项目没有问题？就但是这个项目存在的风险也太大了吧？别吵了，让我考虑一下。都在呢，李总，李总，老吴，日环生物的事查的怎么样了？还在查。啊，好，好，那你们忙吧。老吴，曲总让我告诉你，去找他一趟。可知，日环那个项目有进展吗？现在要说有进展还言之过早，我们还需要时间调查清楚。匿名信的始作俑者不是已经查到身份了吗？当然，你还想再进一步的调查清楚，那是你的自由。不过要在敲钟之前把问题搞定，你要怎么做，公司都不会干预。您的意思是，要不择手段？可知啊，你说这个话我就有点听不懂了。解决一起正常的商业纠纷，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叫做是不择手段呢？况且公司那么信任你，就由你来处理，你想怎么做都是你的自由啊。这个问题不用我来替你回答吧，你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，一切由你来做主。我还是那个话，我不看过程，只要结果。明白，去忙吧。最近有点忙，没顾得上跟进你们的事情。老吴那个大项目你也加入了吧？啊，对。IPO 这样的大事啊，回报高，风险也高。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你不怕跟着老吴他们吃瓜了？不怕。其实我能留下来，都是因为大家的帮助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和他们一起承担、一起工作的话，那我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？哎呀，你能这么想，确实没有辜负了老吴从曲总那儿接过这个任务的苦心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他既然已经做出这样的选择了，那日华也就成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项目了。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我倒不是担心这个，算是我胡思乱想吧。我在想，如果日环真的有什么问题，老吴又该怎么办呢？你别多心啊，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去忙吧。小孙啊，我听说你过去学过围棋，啊，是，我也算半个同好。有空，咱俩杀一盘。好，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
屈总请你吃饭了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是。哦哦，好，马上到。哎，吴总，李总叫我。夏算，我自知气力不济，但是你也不用让着我呀。没有。人可以撒谎，棋不会。让着的棋赢了也没什么意思，早在20手之前，你就可以赢了呀。我没看到。不是你没看到，是你太贪心。就在这里，他看起来像是孤零零的远离战场，其实他是你的一手妙棋。有了他，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但是接下来你就不灵了。为了保住这一枚孤子，你投入的太多。从大局上看，反而成了累赘。如果你肯放弃这一小块，把它拿开，你看，这盘棋是不是活了？我这么一个臭棋篓子，反倒给你这个行家上上课了。惭愧惭愧惭愧。喝不喝点茶？接电话。胖子，你别碰我！要不是你向屈总告密，屈总他能走吗？胖子，就算我们不管屈总的命令，回绝了日环，你觉得小孙会因为这样而留下来吗？啊？我知道，邱总只要被卷进来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他都会离开的。但是我就不想看见他就这么就走了。最后，还是选择了不告而别。离开金晨的决定，完全是我个人的任性决定，希望您可以谅解。这些年来，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，但在四组的日子，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抱着希望，坚持自己，直到最后一刻。这也是我在您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。我读过的书不多，但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。这个世界流行离开，但我们并不擅长告别。我想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吧。
总是把每一次告别都搞得像丢盔卸甲一般的逃亡，最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谢谢你，谢谢四祖。综合四祖分析员孙以秋敬上。吴总，老王，这是日环海外相关企业的调查结果，确实有数据造假的问题。对不起，现在才给。这么做意味着什么？你们明白吗？先生你好，请问你有预定吗？先生，这伟大的啊，吴总啊，刚好说到你，快，请坐，快。可知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来，坐下来谈。诸位，对不起啊。能不能给我们五分钟时间？谢谢了。那咱们，日环生物涉嫌利用关联企业虚报利润，我申请终止项目 IPO 的申报。哎呀，吴克之啊，吴克之啊，你说说你怎么还是这么冲动啊？有什么事情，咱们可以慢慢谈。孙一修辞职了。如果日环上市失败，你知道会给我们公司的效益带来多大的损失吗？如果上市之后再曝光丑闻，您觉得哪个损失会更大？明天上午10点之前，要是看不到结果，我会亲自向证监会检举日环。吴克之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如果这么做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要想在投资行业里做下去了。那就同归于尽吧。四组的人，死也要站着死。
你赢了。我已经让日环放弃上市了，但为什么您要辞职呢？我走比你走要好。说到底呢，我还是个生意人啊，我最擅长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。之前我觉得保住日环就可以给我们公司带来最大的利益，现在既然做不到，那就应该为公司留下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可知有些话我只能以现在的身份才能说。你对金晨的意义比金晨对你的更重要。我当初进公司的时候，您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有时候我经常看着你，就会想起我们的过去，会想起我们之间一起并肩作战时候的自己。不过人嘛，总要往高处走的，到了那个位置上，牺牲一些人就会成全一些人，不知不觉的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离开对你是个机会，等你到了那个位置，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继续做的话。可知，再见。吴总，柯总，吴总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就是您新的办公室了。李总，他已经接替了屈总的位置，这个办公室留给您也是李总的意思。如果您不喜欢，我就去别的楼层给您找一个更好的位置。不用麻烦了，那就不打扰您了。哦，对了，李总在楼上等您。这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，小吴。恭喜喽！我想你也应该看出来了，这公司上上下下的人，看你的眼神都不太对啊。他们说你才是这公司里最聪明的人，你早就看出来 Chris 和李总想要把屈总弄走，提前把队站好了。扯淡！老吴，你有那脑子吗？别老冷着脸。
从进公司那天，我就想坐在这张椅子上上班，可现在再看看，这把椅子好像也没有那么舒服啊。只要做的问心无愧，别人说什么，别太往心里去。你说的。喝茶。日环的事，虽然说是屈总隐退，但是我知道，真正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，其实是你。老吴啊，这几年你在公司，没有办法大展拳脚，依我看，这就是公司对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已经向克瑞斯提议，公司打算任命你去新业态做主管。这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，独角兽啊。老吴，你这，李总。孙一秋辞职和您有关系吧？老吴，我不干。我要走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你瞎凑什么热闹啊？你就等着升职加薪吧。别总是为别人着想，为你自己多想想吧，啊？也该是时候让你独当一面了。你没做错什么，不用自责。四组，靠你们了。这一路的灯火，有温暖的眼。
这次的项目说什么得拿下呀？是啊，我可不想再挨老大批了啊！哎，先别说上错，只要能搞定这个项目，我们组就辉煌腾达了。啊！命里常的规则，石头来的欢乐，我并没有游戏学的资格，直到夜深的时。 不过到头来，改变了的只有我自己的心态，而从来不会是这个世界。好在曾经的小伙伴们都传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，因为解决魔幡服饰的风波，郝帅一下子成了消费品组的红人，也如愿以偿地自己投资了国内的服装领域。曾经的变态跟踪狂。 如今已经成了公司里最受女同事欢迎的时尚达人。高思聪所负责的武侠游戏《逆水寒》，被视为游戏行业的奇迹。思聪也因此受到公司嘉奖，据说已经被视为年轻一代中最有可能成为金牌投资人的人选。不过，虽然工作上一帆风顺，但大家伙都知道，他还有另一重烦恼。 千亿法国的学习也非常顺利，提前半年就结束了进修，回到了公司里。虽然朋友们团聚是值得开心的事，但对于高思聪来说，也是头疼的事，因为小兰比他更早一步得到了公司的升职。吴总辞职以后，作为揭发日环的功臣之一，丁总如愿以偿地被公司升职。 但在此之后，补位的员工们来来去去，走马灯般地换了几波人，却再也没能重现曾经四组的样子。而说到吴总，离开公司之后，他独自开了一家专门调研咨询的事务所，40岁重新创业，虽然冷暖自知，但好在他再也不用烦恼要做什么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了。 哇，好吧，那先这样吧。哦哦哦，也行。喂，您好，报表已经寄过来，不可能，我没收到啊。我查一下邮件啊，稍等。怎么寄过来？没寄过来。哎。 干什么呢？是吕先生是吧？您的餐。我们这里没有吕先生，送错了吧？啊，这不是 C 座301吗？这是 A 座301，兄弟，快走。不好意思，稍等啊，我一会儿给你打回去啊。 臭小子，怎么现在才来？我都快忙死了！你知不知道？这就交给你了。啊？这么多呀？不是，你现在都自己当老板了，怎么比在公司的时候还狠呢？不愿意。行，趁着还没签合同，你赶紧走吧。没没，愿意愿意，这。 下班之前给我看完啊！哎，就哥，我这工作环境这是不是有待改善一下啊？哎，要不我坐那儿吧？不行，有人了。谁啊？
你个臭小子，打电话给你都不接的啊，让我亲自来找你是吗？我是实在没脸才去找您了。你说因为我，你也从京城走了。嗨，又在自作多情了啊！我要走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有毛关系啊？是，说说吧，最近怎么样？啊，我一边在打工，一边在考传的本科。投资学和项目管理我也在学。哼，这么说来，你还是想当投资人？我知道，以我的学历还有经验，想做投资人，实在是有点遥远。不过，我还是想保留那么一点小小的希望。这有什么好道歉的？有希望不是挺好的吗？您之前不总是说？无谓的希望是最害人的吗？我说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有希望当然是好事儿。希望是让人想要变得更好的动力。哪有什么有味无味的？但也不知道我那个小小的希望什么时候能找到我。我这儿有一份薪水低、压力大、老板脾气又臭的工作，你要不考虑一下？您是在邀请我去您公司吗？啊。不过我有个问题啊，说，作为创始人，您的卖点是什么呀？可以啊，努力。我刚去那家企业看过了，所有工位全是空的，要我看啊，应该就是骗投资的。辛苦了，跟客户说一声。胖子，胖子，你翻什么呢？这凭什么呀？这太不够意思了吧？怎么他的待遇比我还高呢？废话，邱总可是我们创业元老啊，你这第一天上班的实习生凭什么跟他比啊？我还有啊，既然我们都离开京城了，我觉得呢，这个称呼啊，是不是也该改一下？别闹了。孙经理，我是新来的员工刘玉明，以后您就叫我就。小胖吧，好好干，胖。还真叫啊！你们干，太欺负人了吧！我要升职啊，不是我要加薪啊！你傻不傻？喂，你好，是。行，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出发啊，一会儿见面聊。哎，行。哎，出发了，有案子。动作快点啊，胖子。